搭相连换，山东问题探一探，竹边搭相不停，听我另类说山东。2020年农村老人领多少现金，能领多少养老钱，听我给您探一探。城乡居民养老金，农民养老最贴心，养老保险最基础，农村老人来贴补。60以上的农民都是享受待遇人，个人不用去交费，养老保险送各位。如果不够60岁，每年个人要交费，交费金额也不多，也分好几种规格，交多交少自己定，没有多少的费用，到老能有养老钱，吃穿住用不多难。工业来反哺农业，发放各种的补贴，对于农村的老人，一辈种地都清贫，种地成为了使命，国家发展有作用，活到老也种到老，可怜收入非常少。种地补贴也发放，百姓心里有本账，农村老人来种地，将来会更加积极，种地保证了吃饭，种地补贴也实现，感谢各级好领导，惠民政策真不少。老年综合的津贴也是年年上台阶，80以上的老人，全国各地的农民，各地分布来实行，各地政策都不同，80、90、100岁都会分开去面对。农村老人60岁还有独生子女费，每人每月80块，全国统一来对待，个别地区有条件也可单独去核算，也可单独去提高，当地政府掏腰包。就在最近这些年，国家发展不平凡，优惠政策在拓展，选择独生有人管，父母生病护理假已经悄悄有变化，好多地区都推出，护理困难也解除。有些村里有条件，节日福利很常见，99重阳老人节，福利发放不停歇，又发礼品又发钱，这种集体真稀罕，又发物品发现金，这种集体最开心。这些补贴虽普及，大多收入依然低，很多农民没有钱，生活依然很困难，国家政策快完善，惠民政策多实现，养老待遇要提高，补齐百姓的腰包，各种补贴各种钱，农民安心度晚年，那个度晚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带刺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，农民受苦受累谁安慰，谁安慰。